接下来关心嘉义市的消息，嘉义市工业会为了提供厂商最佳开会以及教育训练的场所，在现任理事长的建议之下，在原本的多功能会馆边啊，收购55平大的会馆，作为会议室以及专属图书馆。而新会馆在21号正式举行甲办仪式，嘉义市长涂新体以及多位的企业家拢亲自到场来祝贺。为了提供该厂商有更舒适的开会环境以及教育训练场所，嘉义市工业会伫原本的德光林会馆边啊，新买入55平大的会馆，新增加会议室以及图书馆空间。21号工业会举行甲无仪式，嘉义市长涂新体以及座位的企业家拢亲自到场，做伙为新会馆进行甲无。我们也在这里哈，以更上三层楼来跟工业会拜托其实。第一，未来我们嘉义市的一些工厂活动，希望工商工业会继续来支持，继续来帮忙。第二，希望工业会也跟我们市政府一起来营造一个更好的工业发展的环境，能够招商招来更多的人来这里投资。第三，我们希望这样子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，让我们的孩子不要再跑到别的地方去。希望说这个工业会新馆的成立能够让我们这三层楼能够成真。嘉义市工业会理事长表示，这边新增加的会议室以及图书馆空间，未来希望会邀请专家学者到场指导厂商会员，提升嘉义市工业展出，让嘉义市的工业发展会更进步，更上一层楼。新闻台民嘉义市采访报道。